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现在是下午的7点钟啊，你所看到的都是7点钟的大理古城，这个晚霞太漂亮了啊，逛了一天了也饿了，咱买的那个菜还在电车那里，走去看一看坏了没有。还行还行啊，没有味道，因为这边天气太热了，这个卤过的东西还能放一点，如果说生肉的话放到现在都可能有味。其实我来的有点早哈，下午4点钟到这里的，现在呢凉快了，现在来玩是刚好啊，7点钟啊过来，不冷不热的啊。可惜呢我只能看看这个跑车了啊，没证啊，咱也开不了，租的话其实要不了多少钱。便宜的好像我听他们说有80一天的哈，像这种就是300-400块钱吧租一天，看到很多这个小两口啊都是租个这开一开弄一弄。其实一个人来这边真的没啥意思，没证呢只有观赏的命啊。这老板娘我刚才问了一下啊，她这个车租的话358租一天，明24小时，也就是明天现在来还是吧。对，看这车多漂亮，这一款车我相中了啊，没证，有证的话我高低我得租上一天，有没有合租的？这边肯定是夜市一条街了啊，小生活开始了。不行了，搞不了了，手机快没电了，赶快骑电车回去，不然天黑了的话路也不好搞，回我住的旅店那里哈。需要有个10多公里，太远了。现在是7点15分哈，趁着手机还有电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哈哈哈，现在的景啊。中午是中午的，等会儿再黑一点，这个夕阳配上这个大山，哎呀，非常美啊。我就住在这里哈，这边比较偏僻，这边离洱海公园比较近哈。这个房间挺好的，有电梯，住了5楼。到住的地方了啊，把手机这个充上电了啊，充了50%。这个呢是洗手间，小白呢，搁这两天搁这得劲毁了哈，这又买了一瓶水10多块钱。回来放车上喝，把衣服洗了洗。这房间都是没空调的啊，整了个风扇搁这吹。这菜放这么长时间了啊，哎呀，来的时候路过超市，买了这个啤酒，喝的还挺顺口的。豆干、猪头肉。还有这个蘸料，这几天没有好好的这个吃点肉了啊，咱尝尝它这个原味的，看做的怎么样。我感觉口感有点淡哈，配上这个卤汁吃刚好。丽江往后呢想跑318，不知道这个车怎么样，跑完318的话能咱就去新疆。来，
是吧？嗯，小白现在能吃肉了，长大了。这家伙再能吃啊，两块嘎嘎吃完了，干，接着干。今天给小白洗了洗澡哈，给他洗过两三次澡了哈，在那个加油站那个池子里那一里也洗过，但是一洗呢，他往我户外搭帐篷的时候，他一跑都是脏，那一说小白都成变成小黑了，啊，长了很多，比我刚抱过他的时候，我感觉长了得有一多半了啊。好了，小白下去跑着玩吧，吃了不肉不少了哈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，我们明天见吧。